说了，六天破不了案，我辞职。滨湖派出所接到过报案，有一个叫关金的美甲店店主失踪了，是他们邻居报的案。邻居报的案啊，说是关金家的狗在家里叫了三天了，敲门也没人开，邻居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报警了。你通知李东，让他马上去滨湖派出所了解情况。啊。前面三个还没线索，这又来一个，事儿有点大。陆警官，请问现在案子到底什么情况？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警方还在调查当中，没有确切的消息。谢谢大家。陆警官，你每分钟介绍，你别太实在了。关杀手是真的吗？别乱说话啊，谢谢。关键是现在已经接连发生了四起凶杀案了呀，社会舆论这么大，你们就一点解释都不给吗？我们公安机关在干嘛呀？对啊，哎，请你们给我们一个交代好吗？给交代。出现在现场对破案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知道吗？曝光案件细节，公开被害人信息，只会干扰警方办案，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。这不是娱乐八卦，这是人命啊！报道这些有意义吗？你们司法机关如果能尽快破案，还有这么多社会恐慌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麻烦你给我们一个交代好吗？我说了，六天破不了案，我辞职。中央气象台进行解除暴雨蓝色预警，在江南及西南地区等地仍然有强对流。喂，东西还要吗？你没被警察抓走吧？哎，我跑了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上你别的。我就问你，东西还要吗？你还有吗？别磨叽，要不要？不要给别人了啊！我要。行政账户我一会儿发给你，再转20万。收到钱以后自然会联系你。20万？20万？我哪有这么多钱？喂，